全部看看，应该晒个两个太阳，两三个太阳就可以装袋，就晒干了。今天中午来炒苦瓜，苦瓜炒肉片。葱姜蒜切一点，切一点泡椒，猪肉去皮，把肥肉和瘦肉分开，切片。来，把生抽腌制一下，放点芡粉，生抽生抽。来，把苦瓜焯下水，锅里放点盐，苦瓜下锅，大火把锅烧热，然后倒油，生抽下锅，葱姜蒜泡椒，火热。这锅外酷啊，这锅哪还酷